你这样我都吃地真空。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法。哦，刚刚我已经讲到四色，现在我再讲点六度。如果讲的四色，就是免他透过文思修，免他自利利他。现在去讲到里面那次第真空成佛，爱记的六度一定爱走。哦，无迄个讲哦，无六度我都做佛做的，所以发菩提心，心一发来了，开始就爱去做这工课，唔是免做。菩提心一发咧，就开始爱去做呀。所以我都来讲个哈，要涅槃无四色，这四色是四法，没有这四色哦。要涅槃了，无有四处一样。你要成佛，没有六度了，无有四处。哦，这要记住，无哈，你讲会当成佛度众生，会当就近解脱，无有四处。我都阿妈讲诶，你对世间不能起贪爱，你只要一起贪爱，你想要解脱，无有四处一样，六度四色你一定要具足，哦，否则你要解脱苦海，无有四处。我讲诶，这种决定诶，决定解。啊，你们不用怀疑，一定是要这么做。好，哦，无会当解脱，无有四处。这个是初转啊，因为众生所有多，对世间颠倒成为常。无常颠倒为常，不净颠倒为净，苦颠倒为乐，所以佛陀初转众生所有多，先转无，再来二转无自性，有无都无自性，再来这个是三转，心谈心，心空了，所以你就可以出假，为什么无我？无我，你叫我都吓出来。你那有我吼，你恨没出来，利他就做不起来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大家是的分别子，这大家是的俱生子。什么样的俱生？跟种子俱生。好，再来分别什么？分别执现行境。所以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，一共有种子一和境界一，佛法这两个重点一定要知，一个是在说境界，一个在说心里的种子。法是在说境界，心就是在说种子。一个是唯识学都开始要破的分别执，以及种子俱生的无数劫以来带来的叫做种子俱生。俱就是古早时代的已经有啊，具足来，具足什么？具足坏的习性来的，叫具生啊。这个是碰到境界所起的分别，从外面吸收进来的；一个是无始劫来具足来的，
所以一个是外口的缘来，一个是呢无私劫力带来的。哦，哪一个难呢？这个容易，这个难，无私劫带来难。所以有的人是怎样较歹修炼哉？并不是讲吼发破。法无了解，是你无私劫带来迄个五欲歹断掉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法再怎么听，能够解决的是分别执的部分，这个部分要无我就太难了。好，所以一定要无我。一定要无我，你才能做利他的事。那这个无我能够做利他的事，你讲无以施舍来套法度，所以六度你若无做出来吼，你要有法度破具生死，无可能。哦，因为你的我内在的我自私太强。所以要利他，没有办法无我，不可能。以后未使，以后你若真正有要成就佛道，真正要在心理上大突破，一定要放下我。你一定要无条件奉献。我讲啊，无条件奉献，但是要叫初学的人有法度完成这个，呢无法度。啊，无法度啊，那无法度吼，良医就要慢慢引导，先甲带你家里，啊，来遮听，啊，再去甲你带入来，啊，因为吼，佮甲带入来寺庙内底叫做下心，所以。阮这个身份的是下心，哦，你看，哎，医生也无做啊，哦，什么钱，什么动产不动产，什么纸通通，你讲，你问我讲。啊，是不是一旦免出家来修这行会使？但是吼，敢有理？哦，那要看人啦，哦，真的哦，不是那么容易啊，哦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反正也不是一世的事哈，哦，每一世都有每一世的因缘呐，一世一世来解决啦，哦。反正的这些还够演那未了的吼，人讲陈年未了，啊，一世一世来解决吼，因为种子已经结无始劫来，已经跟众生结太多业缘了。你说一下子要完全换，这是不太可能。我也知道不太可能。好，不过吼，这要先了解，你无先了解吼，这进度有限。那么像那人那当极生成佛，这上面原因啊，人也的是哦，诶，无条件付出大，哦，并不是讲，诶，啊，伊本身看到我那有业，哦，唔是无业，啊，那我都，诶，进步还紧的当极生成佛，还是人真正决心要安尼行落去。付出无条件付出，奉献，安尼吼，迄业咧消足紧。所以有那时啊，你若听到鼓励，甲无听到鼓励，迄款的心境差足多。而且讲吼，迄若真正有未歹三字是你要对有条，因为吼对对甲对唔对，甲你的进度哦这。这差足多，
哦，人讲诶，新生原主人吼，就差足侪，哦，突破进度会差足侪。这个是对，所以为什么要突破这个之后才有第三转出来？因为空的是不是干那见空呢？爱真正的无我出假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空啊！所以初转、二转、三转最难。我们说从假入空。再来有空之后无我之后才真正能够出假，最后呢入中，也就是你已经会善分别一切法，而且不起分别想，如所有心。赶快从假入空是立即的空法的分别值破是这个啊。是这个，再来，出假是这个啊，因为开始爱去理一众生啊，因为哈，有种种的众生哈，拢是伫因果内底哈，啊个理解也因果，所以新的因果是有的，你跟他之间的，而且你要接受。接受种种的看法，不管是是跟非，或者是善恶跟恶，你都要以呢平常心去接受它。所以空了之后呢，你才可以接受所有的法，你才有办法接受所有的众生。所以人一定要无我了呢，你才有法度接受所有的众生。你若无法度无我吼，你无法度接受所有的众生，因为你心有挂碍。你会有分别心，你对众生的未当平等看待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这个部分比这个还难，这是对法相放下而已，对众生放下而已，这不是，这是无我了呢，你才有法度接受所有的众生。所以这个阶段要先过了，这个才有出来。刚刚有人问我说，怎么次第证空性？就是这样子，次第证空性。你若无法度完全无我，你无法度咧接受所有的众生，因为你心有我跟我所放不下的地方。相信大家拢会较重视家人，袂去注意外人啊。为着要破这个戒，所以出家嘛是好处。出家了，我拢袂去想得出来啦。我全部拢为着外口的人奉献。哦，所以是安那那出家有有利的情形，这我就是甲恁。分析这有利的情形，底下好灵活。出了家之后就离了家，我就不会以家人为重，我就以外人为重，利他，而且也不是再分家人跟外人，同等看待。我的分析有利跟不利，那是都有根据的，不是青菜分析的。哦，不是讲我在家甲出家嘛，拢会修的，是安那一定爱安尼行。好、哦，我就讲吼，你若要三藏要讲的好势，律藏要讲的好势，你嘛都要了解出家界是咧讲啥。啊，你三藏我们叫法都全懂融通。同款啊，法嘛是安尼，你都行出来了，你才唔知次第，你才讲会清楚，什么是有离，什么是不离，什么是有法都完全做个到。